边加点儿啊韭菜花豆腐乳，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现炸的辣椒油。钱公公，你平时都喜欢往里边放些什么呀？奴才想放肆。格格息怒，奴才知错。没说你。格格恕罪。也没说你。起来吧。这是。这谁在外边鬼鬼祟祟的，进来。夫人，你们聊了这么久啊？怎么是你啊？在外边干嘛呢？哦，夫人，我一直啊都没找到老爷，不过我找到了一封信。念。哎，夫人昨日手太黑，遍体鳞伤一大堆，不怕疼痛怕心碎，今日一别莫再追。什么意思啊？老爷可能离家出走了。离家出走？这刘墉反了他。你们在这等着，我去把刘墉给你们叫回来。是。公公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别看这刘墉在朝上人五人六的，可在家里头呀，那他可就惨喽。哦，格格呀是被六王爷从小宠到大的，刘墉对他稍有不顺那就家法伺候，这不肯定被打出去了。哎呀，格格一说我还真有点饿。老爷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济阳。咱们去济阳干嘛呀？去给小溜溜灯找姐姐。那姐姐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咱们是要去那儿找凶手啊。上车上